通讯软体 LINE 的贴图角色之一熊大今年满八岁了。LINE Friends 互动乐园的特展主办单位今天特别帮熊大安排了一场生日派对，同时还开放粉丝报名参加，最后选出了五位幸运的寿星，还有十名粉丝陪熊大一起切蛋糕、拥抱、合照，气氛看来相当欢乐。挺着圆滚滚的身体，在众人迎接下缓缓走进场。超人气通讯软体 LINE 的巨星熊大今年八岁了。开心和民众切下蛋糕一起庆生，熊大还许下心愿，希望台湾接下来都能够平平安安。但幸运获选能和熊大一起庆生的是多位粉丝，似乎比熊大本尊还要兴奋，一见到熊大又是合照又是拥抱，场面超级温馨。熊大生日快乐，熊大生日快乐。而搭上生日话题，连带让周边商品也跟着热卖。想过来，然后呈现你自己，我特别喜欢熊大。来自香港的游客超捧场，估计熊大和其他家族明星在台中展出一个半月来，已经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参观。接下来展期还有一个半月，想趁暑假带小朋友们来参观的家长们，可得把握机会了。联合报苏慕春台中报道。